你要不过来，我现在我打你！丽萍，你今天敢动我一个手指头，立马离婚！哟喂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行，怎么着？离婚？没死你！我到你们家那天开始，我活着赵家人，死赵家鬼。 行了行了，别闹了。你赶紧赶紧过来，你一会儿孩子来了又谈不成了。怎么着？我跪求你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这夫妻俩有什么事儿能说不开的？你说是不是？ 赵闹，咱们俩结婚多少年了？我打过你几次啊？啊，三次，是不够三吗？可你说说我这三次，我哪次打你打的没有道理？说吧，你说不出来嘛？咱们就说今天这件事儿，赵自立。 小兔崽子把我店给砸了，那是砸我店吗？那是打我的脸，也是打你的脸。好歹你也是一个保安部的头，连个小卖部你都保不了，想想都来气，我想想都来气。给什么？打你！ 怎么着？打了！多不容易那小卖部，我辛辛苦苦给支起这么一摊来，那是咱们家唯一能有点经济来源的那个营生，我能贴补家用，贴补俩孩子，你都不知道有一次我上货，你怎么就上了假货？ 我挨家挨户，我给人赔不是，我给人退货，退人钱。我跟你说过吗？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一出差，你走你就一个月。有一回那俩孩子同时发烧，下那么大的雨，哪有出租车呀？我前面抱一个，后边背一个。我们娘仨一到医院，我们娘仨一起。 我多希望你在外边，你能比我大7岁、大10岁。你能是我的兄长，你是我丈夫，你是我们家的爷们儿。你做到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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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你说，我跟你说。
必须跟你说清楚，你爷爷公司卡上至少还得有6万多块钱呢。他要是好意思拿着不给，别怪我翻脸，大不了咱法庭上见。夜长梦多，你赶紧催着高健把过户手续办了，你们家人也就不折腾你了。哎，对，还有那个赵小雅，赶紧告诉她千万别再来公司找我了。咱俩的事儿万一露了馅儿，不用孙总赶我，我自个儿就得走人，你明白吗？其次，你们家现在决定了，房子不要了，给他们分了吧。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，我真的不想要了。这个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其实是这样。你现在平白无故得到了这么多，肯定呢有点招人恨，给他们点时间慢慢接受现实，他们自然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啊，工作没了，男朋友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说什么呢？你就是全世界都没了，至少你还有我。反正你得支持我。支持是肯定支持的，但是我就没有但是。支持，必须支持，咱家你说了算。不要了，就不是这房子吗？不要了，来，这个现金票。刘总的案子我已经接了，我需要你帮忙。你看一下这些材料。这个案子我是不会帮你的。高健，这是我们工作。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意思。这里有7、8个职员等着我们发工资呢。现在竞争那么强，你放着高额律师费的案子你不接，为了一个一分钱都不挣的遗产委托案，你忙活了好几天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是律师事务所的老板，可是你却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自己决定接手了刘总的案子，那你就自己去处理，我不干涉你，你也别来烦我。你是跟我较劲是吗？那天的事情我已经忽略不计了，你没完没了了是吗？你忽略不计，这篇就算翻过去了。你怎么不问我什么感受啊？那你问过我的感受吗？就咱俩这样还造人呢？离造反不远了。怎么啦？啊，
哎，媳妇儿。啊。怎么啦？要不，你再想想。想什么呀？我觉得，这么大的事儿吧，咱俩做主特别不合适。我觉得应该给你爸打个电话，征求一下他的意见。不用，我爸肯定支持我。我以前做什么事情他都支持我。何况我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环境，这样一个暑假假，他肯定更支持我。你确定？确定啊。那既然爸都支持的话，那你就去吧。走了，爸，你一会儿开车小心点。好嘞。哎，媳妇儿。啊。你来。干嘛呀？来来来，来。我觉得你应该再仔细的想一想，这么大一套房子。这咱们俩至少少奋斗30年，不，30年我都说少了，40年，不是50，你说几十？你这一辈子可不是吗？所以你就上去了。嗯，那你上去以后啊，就是咱们能不能还能分上几天？当然不能啦！你想啊，这房子要分也是我爸他们那一代的事儿，怎么可能我们分得到？跟我们没关系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你就上去吧。不许叫我。哎，来，慢点开车。哎，我。知道，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。我从第一天得知这个房子留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心里不踏实，我觉得自己像小偷一样。这个房子本来就不属于我，我拿着，心里难受。再说，我不想因为这个房子把你给丢了。不想因为这个房子让我的亲人们不喜欢我、讨厌我。你看他们现在对我，反正没有这么好。那如果我把房子分给他们，他们拿到了自己想要的，一定会特别喜欢我，对我特别好的。我需要你的支持。支持，必须支持。勇敢的去吧。那我勇敢的去了。勇敢的去。走了。走。放弃我的遗产，我一分钱都不要了，都给他们分了吧。你这不是折腾我吗？哎，你这两个姑姑啊，已经跑到我这儿来审我了。你们家还有谁要来啊？你告诉我，我都已经快招架不住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了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心情，也没有时间来陪你们玩。我没有玩啊，我真的不想要了，我不想要这遗产了，我一分钱都不想要了。自从有了这个遗产，我生活全变了。我求求你爸爸，我行不行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哭。你帮帮我吧，你要不帮我，就没有人能帮我了。我真的不想过这样的日子。我爷爷不也说让你照顾我吗？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。一凡。小雨从大学时期开始谈恋爱，
我们彼此了解，彼此尊重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，所以谁也不可能撼动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明白吗？衣服搭得挺好的。我说话你听见了吗？你钱包不错。赵小雅，如果你是因为小雨继承了那套房子，你心里不平衡，来追求我来报复他，那你大可以不用这么费心，因为小雨已经放弃了那套房子。什么？没听明白是吗 ？OK， 我再说一遍，赵小雨已经放弃了继承那套房子，所以说也告诉你们家里人，不要再来折磨我们家小雨了，那套房子我们不要了。怎么可能？真假的呀？必须是真的。月心，我真的很欣赏你，没关系。你跟赵小雨在一块儿，我无所谓。你肯定会跟我在一起的。不可能，你没事吧？没法聊了。哎，我请客。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见。哎，房子不要了。这上午去哪儿了？你别跟我说话，我头晕。那你要头晕，就趴着睡会儿。没事，我帮你放上啊。你就踏实睡吧。今天孙总有事来不了，李月心也被他女朋友叫出去吃饭了。怎么了？睡吧啊！你既然都明白，那你等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好好跟他说说呗。我跟他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。看到他跟那个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但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。现在其实我也挺难受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特别轻松。哎，你到底看见他跟那小丫头怎么了？要看到怎么了才死心是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呀？我不会让我自己受到伤害的，我的性格你太明白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转一转，一会儿就来。哎，你干嘛？走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什么都不用解释。我相信我的眼睛，我也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只是我需要想一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你也是。一凡，哎，你怎么连句话都没有啊你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李月心回来了。你家那个赵小雅根本就是个花痴，完全不正常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她喜欢我，她要追求我。她，你说她是不是有病？我勒令你赶快让高建把你那个放弃遗产的事情办好，那房子谁爱要谁要。我也想赶紧的呀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可是高律师最近很忙，他被太太误会了。他太太误会跟你办房子的事儿有什么关系？高律师的太太误会那个人是我。谁？我。哇，老婆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信？我怎么了？我就不能人家误会一下呀？你再动我一下试试。你再动我一下试试。
就按你那么粗暴，你教我打响指吧，我弹不出声音来。这个你不会？你试一下嘛，你试一下来。走你，是这样啊，对，你两个手利用这个摩擦力，一二三，搓，哎，好吧，放弃吧。那你嘴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？ 哎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你手嘴并用，手嘴并用来，一二，哎，对了，想了想了想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老婆，你真是冰雪聪明，来，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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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，啊，在这儿呢。 赵小雨放弃遗产继承权了，睡糊涂了吧？没有，赵小雨人家不要房子了，这不太可能。那房子少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价值几千万。真的？是。 真的，李月心告我了。李月心自个儿说的，怎么说的？跟妈雪雪怎么说的？李月心说：“你回家告诉你们家里人，别再找赵小雨麻烦了。赵小雨那房子，不要了。今天晚上夜班，别给我留门。” 别太兴奋了，阿妈。哈！哎呦，这好事儿！赶紧给你爸打电话，赶紧给你爸打一电话，啊！让你爸赶紧回来，有这事儿，这硬气要来了，等一等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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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赵小雨要放弃继承财产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孩子他怎么想的？还给你打电话了？二哥跟我说的。赵玉可靠吗？二哥刚听说的，我让他确认完了再告诉我一声。那要真是这样的话，小雨这孩子可真不简单，好几千万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有胸怀有气度啊。 爸爸当初真没看错人。你说会不会这里边又有什么阴谋啊？好几千万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这叫阴谋啊！你能不能不是总把别人讲那么坏呢？你快吃饭吧。不是，你说谁到手的财产还能让出来？你能吗？吃饭吧。 我爸到楼下了啊！哎哎，你没跟你爸说什么吧？说了。你缺心眼啊？玩这点玩傻了？你跟说什么了？这好事还瞒着他呀？你跟你爸说，你爸就得跟你小姑说，你小姑就得告诉你大姑，这事儿全都知道了。哎，快收拾！小雨怎么突然就想起放弃遗产了啊？ 小姑还等着呢，听信儿呢。你看见没？怎么了？你不跟你大姐说一声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你回来。啊，我实在的，没见你这么实在的。你看，我就是实在人。你实在人，你比你儿子还缺心眼。怎么了？你玩电脑都玩傻了。 哎，圆圆，干嘛呀？你这是干嘛去啊？我去找我哥去。哎呀，你找什么找？你现在找去不就是吵架吗？那我哥不可能一直关机不给我回电话吧？肯定是刘平不让我哥给我回电话。
你怎么知道就是刘平不让回电话？人家说了，手机没电了，人不能关机啊。那我哥跟我说好的呀，我总得去问个清楚吧。你把什么问清楚？我哥跟我说小雨的事儿啊。小雨什么事儿？遗产。那怎么着？你想要这遗产？我问问清楚不行啊？你问什么清楚啊？小雨自愿放弃遗产，啊？那你应该问小雨去啊，你问得着人家吗？哎，是啊，我直接找小雨问不是更清楚吗？对。行了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点你去问谁都不合适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明天我就找小雨去。我以为你睡着了呢。我能睡着吗？我妹妹就说啊，在家正发疯呢。她不会找人吧？不会，冯武肯定拦着她。哎哎，明天你去把那个小雨给找来，我做点好吃的，请她吃饭。我不去。万一哪句话没说明白，尿满眼窝了。你是他亲二叔，你是长辈，人家回来了，你不该请人吃个饭吗？嗯，那你就去饭店呗。那得多少？哎，中了奖了，去饭店吃饭。那人家不来呢？不来面你就别回来了。那你办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呢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这回不能睡着了。小雨啊，那就一小时以后我办公室见啊。吃早点，小鹏，小雅，吃早点，赵红涛。喊多少回了？刚睡醒啊，还是准备要睡去？我寻思我该睡了呗，出院漱口这事儿。哟，这么多菜，谁来？小雨。赵小雨。啊，你这也太失脸了。你头天刚到人的公司闹完，今儿就把人当财神供着。妈，我不能在家待着了，我得回酒店宿舍住去。为什么呀？我碍事儿啊。你看小雅多懂事儿，这把妈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我是那意思吗？哎，妈，他还真不能在家待着。你想啊，他和小雨现在是情敌，他要在家待着，您这地下工作可不好做。没个懂事儿，女孩子，这笔遗产下来，你们俩都有份儿。我这给谁争呢？我这给你们赵家争。叫你爸吃饭。赵红涛，想知道，如果我中了大奖，
明讲的路上，我的亲朋好友是否能认出我来？幼稚，小儿歌。张涛，你给我记着，你跟成功一定是不期而遇的。什么时候脑里头你放下这个中奖的念头？你中奖了，那您就吓唬吓唬你家孩子。妈，太有哲理了。今天特佩服你，听明白？瞎扯，赶上出个120给你带走，不是吧？吃饭。张律师，你跟你媳妇儿解释清楚了吗？是不是我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啊？哎，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。我想把遗产分给我爸他们兄妹四人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接受的是赵老师的委托，他让我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。你说的这个已经超出委托范围了。再说了，不管你想把房子给谁，那都是过户以后的事儿了。所以你必须先把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。行，那就麻烦你先帮我过户，然后我再找其他的委托人。这才几天啊，你就受不了你的那些亲人了？你就不想弄明白赵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你？你就放心了。赵老师何尝不明白一分四分，天下太平？他宁可儿女们怨他恨他，他也要选择把所有财产都给你。你就不想弄明白这其中的缘由吗？你就这么轻易的辜负赵老师对你的信任？我劝你还是好好再想想。可是他们都知道我要放弃了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赵老师一再嘱咐我，让我好好关照你，所以该说的话我得说。不过呢，怎么办，还得你自个儿拿主意。那应该问，赶紧把这个事了了，大家全部都清静了。可是我怕他老婆又误会。哎，老婆，你们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电话，别闹，电话。哎，孙总，哎，哦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孙总再见。又马上到？我必须得拼命啊！你都放弃继承遗产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吧，少喝点儿。嗯，好吧，我尽量。嗯啊。吓死我了！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晒男友呢？他刚走，有事儿。大姑最近怎么样啊？她前两天不是身体不太好吗？好多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我怎么听小鹏说你准备放弃遗产了？啊，是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哥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，小姑。我确实是想放弃遗产，我也跟高律师说了。只是他最近有点忙，没有时间帮我办手续。小雨，你怎么想的？那可是几千万的房产啊！我就是觉得，一家人嘛，不能因为一个房子变成仇人吧？再说这本来就属于你们的。小雨，这是你的主意还是你爸的主意啊？我的。那你爸知道吗？他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了。那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？我就想赶紧把手续办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二叔，我跟我小姑在一起呢。来，让我跟她说。二哥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关机呀？你别找理由啊！啊，
你在哪儿啊？把小雨送你家去。好，行，你等着吧。走，我送你去你二叔家。哦，走吧。走。哥，哎呀，怎么才到？堵车呀！鸿门宴啊！啊！你昨天怎么不给我回电话呢？是手机没电了。小雨啊，哎，你去吧啊！哎，你一块儿吃吧。嗯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不去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小姑再见。啊，再见。二叔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啊，周末了。你婶儿想请你吃饭，好啊，别跟你婶说是你小姑送你来的啊。哦，怎么样，你没事儿吧？啊，我没事儿，孙总，我没事儿。这些天也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这么多的应酬，要是没有你在的话。我确实也挺辛苦的，有了你在，我就轻松了很多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喜欢这样的应酬，但是公司这么大，事儿这么多，我也没办法。是啊，这个孙总坐您这个位置确实不容易。那个，我就不麻烦您亲自送我了，您把我放到前面路口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你也回去早点休息。你呀，也不用老跟我这么客气，我们也算是一代人。我比你也大不了几岁，可您毕竟是我的领导，对不对？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觉得自己好老啊。不是，孙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您，你看您这形象、气质各方面真的都特别棒，真的。虽然是奉承，但是在我这儿啊，还是很受用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真不是吹牛，婶儿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要不是忙，我忙我的店啊，我开餐厅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吃。啊，我自己来吧，婶儿。给你加上啥？你来，你到这儿不容易。不减肥吧？啊，不减。不减肥就好。你瞧这小眼，这不吃是那不吃，你喝口凉水都窜个儿，我就发愁这孩子今后干什么去。哎，我给你把这包了，来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婶儿，你做菜真好吃，这没咸吧？不咸。我是怕咸了，怕我盐给搁多了呢。小雨啊，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爸说等通船了就回来。哦，那你爸爸这些年在外边得干点什么吧？以前在杭州，后来我妈去海岛支教了。嗯，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学生，就牺牲了。我爸退了休以后也去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哎呦，要说这小雨也真是怪可怜的，这孩子缺爹少妈。哎，有那么一句话啊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这母亲舍己救人，母亲是英雄，这闺女绝不是狗熊。哎，吃菜你一个，婶儿说话你不用听，你就吃你的。孙总，我就回去了，你也好好回去休息啊。嗯。那好，孙总再见啊。再见。你喜欢吃就行。小雨啊。嗯。
我怎么听说那遗产怎么决定放弃了哈、啊？那继承权啊？那个吃饭啊，饭桌上不说这事儿。你小雨是外人吗？你大哥的闺女这是外人吗？这跟自己家孩子有什么太大区别？婶婶问你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。你瞧瞧，叔叔没事儿，我确实想放弃了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也在等高律师的消息。你听听，要不你爷爷把这财产给你呢？这孩子明事理，这回好啊，这回你可以决定，你想给谁你给谁。你决定给谁了吗？